艺人被认出好尴尬，牛哥装傻还被骂。那我最怕的是有一种，就是女儿跟妈妈讲，妈妈那个是小珍，小珍，小珍在哪里？小珍在哪里？还有一次我跟尤安顺朋友就过来要照相，他就指着尤安顺，他就说苦灵嘛。走在路上装不认识还被干掉了，哎，罗时峰因为快速要走就走掉了，你就隐隐就听，对，就会有这样。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